看婚前婚后的变化。结婚前，宝宝，怎么了？我最近看中一个包，多少钱啊？18000。一万八，这么贵？哎呀，主要他买包送丝袜。我没听错吧？真的吗？嗯，媳妇儿，买两个。受宠若惊了。那个送的丝袜能不能让我选颜色呀？别讨厌。他又害羞了。结婚后，媳妇儿看电视呢，给你水。看着嫌弃的眼神。那个媳妇儿，我看楼下超市搞特价，我看上一款牙刷，多少钱啊？3.5块。完了，这一看就要谈条件。给你买也不是不行。明白了，媳妇儿，那你有什么条件？你说。什么条件？你心里没人说吗？谁心动啊？糟糕，眼神都。我好像知道了，那个媳妇儿，我不要了，我突然不想换了。那个牙刷我去年买的，那个毛还没掉光呢，我还能再用用。媳妇儿，我还能再用用。买，必须买。走，我给你挑个颜色。哎，媳妇儿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媳妇儿，以后啥也不要了，行吗？来，必须买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世俗总要，男人无惧无畏。